live tonight like firefly. You're beautiful, you're beautiful. We're beautiful.晚上来到我们的 vivo 智能手机快乐大本营，我们是快乐家族。大家好，我们今天很特别，因为今天我们的衣服都是就是制服，根据我们最喜欢的制服来做的。我自然大家一看就知道是护士服，是是是，因为他问我就是最喜欢的那个衣服。那你的针头呢？啊，其实我也非常羡慕佳佳这一身机长的衣服。是机长的吗？是啊，我以为是高铁司机。也是帅的，一线之隔。我也很喜欢新一这条，这个是机长，四条就是机长。我也很喜欢新一这个洗车的这个。哦，真的真的，今天办卡吗？哎，这位同学，守门的在这边。是那边车别乱停。我说停那边吗？我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不太对，但是好像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我感觉就有点像买家秀。哎，特别像我们马栏山开了一个大笨钟酒店，还是那儿的泼车的人。都说了车别停那边，按我说的走。停完了拿我这边来洗，那、哎、是那个骑士嘛，骑士的，很帅啊。然后就是这个。我记得骑士的那个裤子应该是紧的嘛，很紧，对不对？这个还不够紧吗？然后我就问导演说，我说这个裤子为什么是这么松的，不是紧的？当然你是喜欢那种就是跳芭蕾那种，就整个不是我喜欢，而是花开那段，而是正宗就是应该是穿那样的。结果那个导演说是专门按照这个去买的，但没想到我穿出来是松的。啊，好，因为呢这个制服会给大家一种干练啊，非常这个精神的感觉。那么今天呢我们请来了六位，他们也要美男，他们全部都会非常制服的感觉跟大家见面，而且也都跟他们有一些关系，他们挑选的制服。那首先这一批呢是80后的偶像啊，也都非常的年轻了哈。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这个三位出场，看看他们是谁，又穿着什么样的制服跟我们见面。来，掌声欢迎他们。Are you with me? Are you with me? Are you with me? I wanna dance by water beneath the Mexican sky. Drink some margaritas by the river. Listen to the mariachi play at midnight. Are you with me? Are you with me?啊，我们请他们依次来这个介绍一下。首先是第一次来的大本营，刚刚以这个军官这个形象亮相的我们的若云来给大家打招呼。大家好，我是张若云，快本，你们好吗？这有在演唱会的 feel 有没有？快本，你们好吗？这个时候同场还要加一句，快本的朋友，还有山上的朋友，你们好吗？最近是因为哪个作品特别受到大家的关注？最近也是跟今天的造型有关系，是无心法师正在播的一部剧，然后今天的军装也是剧里面的造型，非常受欢迎。网上一直没来的原因，你知道为什么？是什么？一直没有拍湖南卫视的戏。若云心里说怪我喽。好，我们欢迎我们的若云来，掌声欢迎他。好，
接下来呢是以这个，其实你开始想象的是不是跟维嘉穿的比较像？我一直以为是那样的，后来我觉得我不是叫陈翔吗？今天改名我叫蓝翔。本来是开飞机的，现在有点像修飞机。这时候军队里面的那个开飞机的时候，有的时候是穿这样的方便行动。那个其实是民航的那个很帅气的机长。机师服。对。那接下来呢，就是刚才最后一个出场，大家这个呼声也非常高的，又一次来到大本营的我们可爱的罗晋，欢迎罗晋。好紧张啊，每次来这儿我都特别紧张。而且罗晋特别妙，他上一次来大本营是去年的今天。太巧了，一个日子，对对，正好这一天，太巧了。也许明年的今天我还会来。你看你今天地位都不一样，还给你配了一个护士。主要是这个护士，医生你该打针了。我吃药了。你说你他是给护配个护士，陈翔就倒霉配了个领导在那。辛苦了，这个飞机有什么地面的任务就交给你了。好，一定保证完成任务。哎，罗晋其实今天穿这样也跟他现在热播的一个剧里面的角色有关系。对对对，那个医生。非常的可爱，很多很多的观众都非常喜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欢迎我们三位九零后的偶像了。他们呢，这三位美男也会穿着制服来跟大家见面。我们掌声欢迎他们。九零后明显音乐就欢快了很多，有没有？而且唱上也轻松了很多，青春的气息都是兴趣所在。好，我们依次来介绍一下啊。我们首先从浩然开始哈，介绍。大家好，我是刘浩然。你出来的时候，佳佳哥一直在研究你穿的这叫什么制服呢？校服。哦，校服哦。校服。原因是跟大家汇报一个好成绩，好消息。因为今年六月刚刚高考完，然后马上就要进入大学了，所以说就穿了一身校服出来。成绩是重点。对，在专业和文化课都是排名第几？第一。哇！考进了什么学校？中央戏剧学院。哇！专业和文化课都第一，这是属于学霸型的，对不对？对，十八岁啊，很不容易啊！来，掌声鼓励刘浩然。鼓励你的好朋友欧阳奶奶在跟我们一起录节目。哦，下来了。来给你问好。哦，加油啊！他们是好朋友，是好朋友，好朋友，真的是好朋友，真的是好朋友。问候你。接下来是我们大川啦，来，请坐，自我介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金大川，很高兴来到大本营。你也说又来了？你刚才那个混了两下翻炒是什么？混两下，然后自己笑了就下去了。和几个好朋友一起开了一个烤肉店，然后今天开业。哦，真的？今天开业，这么巧？对。叫什么？叫什么？叫赤焰将军，然后地址在屏幕下。这怎么有人给你打？不会有人给你打？这一段有没有都不一定。你在朋友圈刷这个，我以为是部电影。是你跟几个朋友的一个星座，你知道吗？我看都是也是啊，都写的将军什么的啊，他是马上即将上映，就这种感觉。对，好，我们也祝福这个我们大川的新的餐厅啊有好的这个表现。那下面就到我们吴磊了，吴磊，这个你是不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因为上次来大本营应该几个月前了，你是不是又长个了？你是长个了吗？应该也长了那么一点吧。太吓人了，因为我记得上次来没有觉得比我高这么多呀。哎，我想起那个小童啊，于小童第一次来说，哎呀，小宝玉好可爱。第二次，哎呀，小宝玉。好了，那个旋风少女当中的扮相，对不对？因为穿这一套。那今天我们九零后的三位，九零后，亮丽而行。这个十八岁，这个是22岁，对吧？这个是15岁，哈。哇。
十六岁了，十六岁，十六岁，年轻了。你说大川混进这一组也是不容易，也是以高龄。好，接下来我们有请我们的八零后来上场。我们接下来呢，好好了解一下各个不同的制服啊，他们背后的这个真实的情况。那首先呢，因为每一个制服代表一个行业嘛，那我们每个先来玩一个，就是抢数字来报行业用语的这样一个游戏。抢数字报行业用语游戏规则：场上十一人分别扮演了不同的行业角色，每人需事先确定一句自己角色最具代表性的行业用语来作为游戏名。当一人发出开始指令后，其他人依次报数，报到相同数字或报到数字九，最后剩下的两人必须马上喊出对方角色的行业用语，后喊或喊错的人需要接受喝纯柠檬汁的残酷惩罚。大本营史上人数最多的抢数字游戏，究竟谁会不幸落败呢？那很简单，每个人想一个自己跟自己行业有关系的一句话，然后要记住其他人的。如果大家抢数字抢到一起，就要抢先爆出那个人的，好不好？欣欣，你的是什么？加个油。加个油。涛涛，你是？骑个马。怎么那么没有营养、啊、我怎么办呢？你可以说、哦、不许进。不是，你说出去。不是、哎、没有，真的，你知道、哎、你说没有车位，没车位，没车位。我知道他是骑兵门岗嘛，那个很厉害的那种岗位，没饲料。没饲料是什么？因为骑兵是要喂马的，真的。我觉得还不如不许进呢。不许进，不许进啊！但是必须三个字啊。对，不一定，不一定。但是对，打个针。要该吃药了。该吃药，该吃药。动作是什么样的？该吃药了。好，该吃药了。OK， 好。佳佳，你是什么？那个就是跟塔台联系的时候，机长说请求开车吧。开车？对，是不是？对，呼叫呼叫。对对对，呼叫呼叫，高铁准时到达。飞机要起飞的时候是叫请求开车，请求开车，请求开车。动作是？你应该说收到。啊，请求开车。他那你跟他动作太难了。这样，请求开车，推那个，是这样的，好吧？下一个何老师。啊，我骑个马。不行，不行，我想一个比较生动一点。我不是一个骑师吗？那我经常会说的御驾。好吧，御驾，这很容易。然后我就说不许进吗？好，那来我们听听看医生的，罗医生。就是我有病。没有，医生有病。你们俩配合的。来，你来说一个，你来说一个。我有病。该吃药了。我有病，我有药。怎么动？我有病，应该这样。我有病。啊，眼睛要对一下。我有病，我有病。嗯，这样，我有病。哇，好累啊，这个。好，来到若云。这个我这个因为当兵的经常面临生死嘛，没子弹了。哦，我知道，我帮你想了一个，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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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气扣，不气扣，你知道吗？不气扣，不气扣，不气扣。来，这位维修工，不是，这位飞行师啊。我觉得你们都太简单了啊！我来一个比较有技术含量的，好的，我没有任何肢体动作，光用声音来表达。哎，谁笑？翔航机长啊。翔昂机一掌、啊、哎呦，不错不错不错，什么意思啊？翔昂机一掌，就翔机掌中间有一个颤的。我这个很简单，所以没有那么复杂。翔昂机一掌、啊、对对啊，没事，我跟你说，讲快了就听不出抖。翔昂机掌啊，对，好，到吴磊，吴磊你的那个，因为我是打跆拳道的嘛，是，那我就应该用招式的名字。好，旋身双飞踢，什么东西？旋身双飞踢。好，动作。什么？你在跳皮筋吗？旋身双飞踢。他这个占便宜，他五个字，到现在我全部已经忘了。没事，待会儿会再重复一遍，待会儿会再重复一遍。好，我们听一下学霸的哈，浩然，你是什么？因为我身高比较高，所以说在班里。哎呦，你看看，当着大川的面，你这话到我和维嘉这来说，就是我在班里是坐后门的，把后门的，所以说我上课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班主任来了。啊，好，班主任来了。班主任来了。动作是什么？班主任来了，就端庄坐好了，这样吧。这样吧，对，班主任来了就坐好。OK， 好，大川。因为早晨大家都想中午吃什么，中午想晚上吃什么，然后我就问大家，和大家说就是吃了吗？吃了吗？对，吃了吗？吃了吗？动作呢？动作是，这是烤串的动作。吃了啊，吃了吗？吃了吗？好，吃了吗？好，应嘉宾当中年纪最大的罗晋的要求，因为他已经不太记得了。没事，我还在这儿呢。彻底都乱了。有我在这儿呢，别乱，别乱。我们这样，每个人再重复一遍啊，自己的动作和这个口令。加个油。不许进。该吃药。
你会开车？啊，雨驾。我有病啊！我有病。杨航机长啊，旋身双飞踢。班主任来了。啊，吃了吗？吃了吗？预备，开始。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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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必须这样。必须这样。他没说对，他到现在没说对。他刚说了一个什么？不可我也。你要说维嘉的啊，因为是第一轮，先放放你一马，先不分，先不分，先不分。第一轮什么？现在正式开始啊！从若云开始喊那个开始啊，开始，一二，赞赞赞赞。啊！你有病，我有病，我有病。还有谁？还有谁？还有谁？报告了，老师，班主任来了。浩然，浩然唯一在说的就是我有病。我是什么来着？浩然，我是什么来？雨驾。对，他是什么来着？我有病。对，好，有病喝酒，有病喝点，需要吧？来，喝个柠檬汁，喝个柠檬汁。哎呀，酸吗？酸吗？浩然酸吗？哎呀，好，从浩然开始说，开始啊，开始，一、二、三、三、三。蓝翔，蓝翔技校的那个翔昂机长，什么彪彪彪，翔昂机长。哎，你说的好好哎，他说那个真的是急中生智啊，蓝翔技校那个翔昂机长，这比那个都更难。这个是对我翔哥，我输了，你输了，因为你比他快，但是你从头到尾都是 b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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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u， 他是不接 Q 啊，明白 ？biu biu biu 可还行啊？翔机长去喝，翔机长去，翔昂机长喝一杯橙，柠檬檬檬橙，干了这杯，看得我口水都流出来了。你说开始，我说开始啊，预备开，一，哎，我还没喊屎，你不要管他，他有病，疼。好了，我喊，来准备，预备开始，一、二、三、三、三。该吃药了，该吃药了，他快一点，他快一点。真的假的？真的，他快一点，他非常快的，他吃药了。我怎么可能输给比奇孔？我不可能输给比奇孔。我警告那两个人啊，你们在旁边看热闹。不是，我说好歹我四都在嘴边了，到不了啊，是不是？啊，来，那从来了，来吧，来吧，那就开始啊！一，哦，不是开始了，预备开始。该吃药了，放过他吧，放过他吧，来，开始。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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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驴，驾驴，驴，车开动了，吃了吗？吃了，开动了。那怎么办？开动，请求开动，请求开车，吃了吗？双飞什么？你跟大川，我也喊过你了，你没喊我。你知道你喊我喊了，请求开车，我说过了。他那个始终没有说清楚。吃了吗？我大川也没说清楚过。大川请求开车没说清楚。好，换个位置，我就站在这边。对，从大川开。因为佳佳你站那儿合适，方便喝。对。好，大川喊开始。就是这意思。预备开始。一。小机长，班主任来了，你完了。跟我没关系，我没喊。你没喊，我没喊。那班主任也来了，没事，你喝吧。好，最后一轮啊，最后一轮，输的要把那桌上的包圆，好吧？来，浩然开始。预备，开始。Year。感觉到这一把肯定就是海哈包圆了，只有一杯了，没有啊，这么多，我先端一杯过来。哎呀妈，这么多呢！让我们大家一起干了吧，我没喝，大家一杯喝完吧。注意，祝你们就是想啥有啥，好吧？好，来，还有，再撞一杯，祝你幸福，干杯，干杯，干杯。请你们两队呢分开站啊，我站到中间。那么剩下的我们四位主持人，你们选择要加入哪一队？哪几个人？你是80队和90队，对吧？一个医院的，一个医院的啊。
好，娜娜已经选择进入了巴黎队，被医生邀请进队。被医生邀请，维嘉你呢？上司，光荣邀请。我们这边年轻，我们更强、更快、更强壮。哎，最弱的是不是他们那边？这样同时的另外一方面也是显得我更老、更弱。所以我维嘉老师有我呢，谁要跟你们比拼？好，那涛涛和欣欣你们的选择。那我们去哪边？海涛哥，我们是战友啊。我选浩然的，对吧？对，因为那个真正男子汉的战友，对不对？好，过去吧。好，欣欣，欣欣。那我就选那边，海涛过去起不到什么作用，我就过去吧。其实我并不是很想要。我知道。对啊，你不想让我过去？没有没有，欣姐你过来吧。好嘞。好，各位亲爱的朋友，现在场上的那个。分布呢就是按照这个80后和90后的这样一个队伍了，那么看起来呢实力确实是有一些悬殊，太悬殊了。对，跟嘉宾没有关系，不管从体力和智力上面，主要是我们主持人的这个部分。那接下来呢给大家一点点换装的时间，我们换上便装来进入到接下来的这个80和90后的比拼。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 vivo 智能手机快乐大本营，我们是快乐家族，乐在其中，又跟大家见面了。跟之前的游戏要争第一名不一样的是，这个游戏所有排第一和最后一名的人都被淘汰。乐在其中游戏规则总共有三关小游戏，分别是反应时间、扔枕头和推人大赛。每关有两队分别派出三人参赛，每轮小游戏中的2、3、4、5名，也就是排名居中的人，任务成功，第一名和第六名，也就是首尾两名，任务失败。第一关小游戏反应时间，选手站在指定中心位置，大屏幕会随机给出左右箭头，选手要即刻做出反应，跑向指定方向，按下按钮。六名选手中反应最快和反应最慢的视为失败。80对90，挑战马上开始。派出第一个要上场的，也就是我们的80队，第一个要参加考验的是，第一个人算是奠定一个基础啊，奠定一个基础，比较灵活。没事，太快也无所谓。我跟你说，你快能快到哪儿去？你想多了。这一队也不是特别团结。好，忘了。好，来，其他朋友来请就坐。我们来看一下陈翔的挑战。首先要发起挑战的是陈翔，快男毕业的他会有多快呢？注意安全啊！来，对，开始。好。陈翔花了3分01秒，3秒01，3.01秒，这是地上一秒，天上一，3.01秒。好，怎么样？刚才是有没有一些技术上、战术上的一些考量？我刚才刻意的慢了一点，因为我怕太快了，大家以后都往上冲，冲太快了受伤，所以我就刻意的慢了。谁让你特意的慢了一些？嘉哥刚才跟我说，让我稍微慢一点。万一成为最慢的呢？好，来，你们派的是？你派谁，老大？从最年轻的开始。好，吴磊上。从最年轻的开始。面对陈翔3.01秒的成绩，九零队派出吴磊迎战，究竟吴磊将如何应对呢？我觉得吧，这个游戏就在于心机。对，我是比较机智的，这智商很高是吗？对，然后我觉得啊，应该是在5秒以上，要比他慢，对不对？但是不能慢过5秒。对，看你的表现，到底吴磊能不能控制好自己的表现呢？请各位安静，开始。好了，最慢了，他就是。强。我觉得吧，这个游戏在于心机。对，我是比较机智的。这个是坏了。这么快啊？最慢了。这个是最慢的。靠你，看你的反应程度，因为。不是每一个都会有那么长时间的准备的。好，这么快，没有问题，这个是在你的那个设计里面，对不对？因为你只需要在5秒以内，对吧？对对对。好，所以呢现在是4.01秒，接下来第三位派谁？那我们先派出小张好吧。好，若云。80队第二名挑战选手是张若云。3秒01和4秒01，你要卡位。我比四快就好了嘛，很简单。轻松应战的他能否顺利过关呢？
第一名了，第一名出现了。我已经等了半拍了，我到那已经等了半拍了。我知道，我知道。计时有问，真的时间有问题，因为陈翔比他要快，感觉比陈翔比他快，对不对？肯定比他快，因为他到那还停了一秒。OK， 好，那这就是至于我们的这个装置了啊，那回头再说。好，回头再说。然而反应时间的微小差异居然在现场引发质疑，那么真相如何呢？霍云2.02秒，陈翔3.01秒。好，接下来现在第一和最后分别在两队，你们现在中间打个平手。学霸，学霸，浩然上。我们派出罗晋。罗晋，浩然，你只要不快过2秒02，在3秒53之内。准备，开始。好聪明啊，非常聪明，哇，还不错，还不错，2秒53。好，接下来90队，金道川，金道川。金大川的成绩决定，金大川应该是4秒，因为他弯下去还有一秒。好，这个决定这个游戏到底谁会被淘汰。目前看到第一的，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就是若云了，因为若云现在2秒02，2秒02。对，好，来，大川加油，开始。我觉得他很快。目前排在第一位的是2秒02的张若昀，排在最后一位的是非常从容的吴磊，4秒01。所以一对一个，那么在这一轮的比赛当中，这个小轮的比赛当中，乐在其中是1比1平。那接下来进入到第二轮扔枕头大赛。第二关小游戏扔枕头大赛，每队各派三人参加游戏，第一个和最后一个被枕头砸中的视为挑战失败，选手们请争当2、3、4、5名吧。接下来隆重介绍一下我们扔枕头的两位，一位是我们的小黑，还有就是网络红人小芳。我这人气这么高，我高兴了，掌声，不开心了，不高兴了，不开心了，根本就不动，就这样你也不笑，观众这么对你报以热烈的掌声，你说这一鼓掌，你得涨好几个粉丝呢，是不是？我今天化妆的时候，方哥就进来，然后就有化妆师进来，说你要怎么化，我不用打底，帮我弄个发型就好，我作证，今天弄了发型，你们在玩什么呀？我跟你讲，你们现在80队的三个惹怒小芳是没有好处的。等一下，他将来执行。我们惹他，他有镜头嘛？他有什么？有什么？他一个镜头要涨10个粉丝。来，准备啊！没事没事。来，预备。没事没事。哎，这边你看，小芳刚才何老师，小芳刚才打人，是吗？他这样拿出。哦，这样，哎，都是黑人，他也需要关爱。对，你也是有希望。谢谢小黑，小芳不会挡。小黑，我问一下，小芳，我听说150多万粉丝了，是吧？150万。小黑，你现在有多少粉丝？小黑，你有多少粉丝？3万多。我今天在这里发起一个话题，求给小黑涨粉。你在你的微博名字叫什么？一个英文 ，Daisy Lee， 一个英文。完了，找不着，我都没找着。再来一遍。连小芳笑了。Daisy Lee。小芳笑了。他没有说清楚。名字再说一下，你别笑，别笑。拼写一下，拼写一下，大家找。Daisy Lee。我想问一下，你的认证是写的大本营黑衣人小黑吗？大本营导演李若红。大本营导。大本营导演李若红。麻烦辛苦各位了，搜一下好吧。大本营导演李若红，好吧，贝兜利 ，OK， 好，好，涨个粉，涨个粉，好，那这个时候枕头在小芳那儿，第一个和最后一个被砸到的将会出局，来，准备，开始。哇，小芳和小黑在打配合。哇，哎呀。小黑就很难涨粉啊，准头不行。哇！
票。什么意思呀？这是你们要干啥？干啥？干啥？打中了，打中了。好，第一个被打中的是我们的吴磊，吴磊请出，请出场来休息。现在已经开始变成要抢了，要抢，要抢。大姐，你往他身上撞。现在我如果没有看错的话，是小芳在挑衅娜娜，这是一种赤裸裸的挑衅。现在是小芳在挑衅娜娜。哦 ，OK 的 ，OK 的。好，罗静，罗静被小芳。小芳太厉害了。等一下，罗静，你记得访问一下小芳，为什么她要把这个给你，好不好？在我措手不及的时候，我完全都没有看到，就来我这儿了。问一下小芳，你对罗静这份突如其来的爱是为什么？只是不想那么轻易给娜姐。啊，就是为了。好了，好，辛苦了，谢谢小芳。接下来最后一个被砸到的将会出局。现在枕头在小飞那儿。来说一遍，他的微博名字叫。You can cry, cry, cry. 求给小飞掌粉。他认证是大本营导演什么？哎，我一个人要打他们两个这么高的吗？导演小黑涨粉。哎，你看他们俩那么高，哎，现在到小芳这边扔了吧？小芳笑了。这个球很关键，因为如果是若云拿到的话，那就是八零队就绝对获胜了。小张冲上去。目前双方是九零队两个人，九零队两个人，八零队只剩一个人了。若云别急。若云快去，那边我们的人快去！哇哇！好样的，金大川，手长，金大川，非常高。好，金大川，还有，接下来到最后很关键了，到底是浩然还是若云？哎，这个打着的要淘汰的啊！啊，现在就是小朋友笑了。小芳，你以为这样玩弄人家，你那么开心吗？等一下，我们问一下。小芳，你为什么笑？维嘉对小芳说了句什么，让她就开始笑了。他贿赂我。他说什么？他说买二十份虾。小芳自己有经营。对对，因为小芳有自己的副业，是卖口味虾。他一想到一看到钱，小芳笑了。来。所以像小芳就是他自己有一个来口味虾的微店啊，好吧。好。严格执手，二十哦，改三十分了。三十分之后，小芳笑得更开心了。哇哇！哎呀！有没事吧？叫我樱木花道。好，在刚才的两大局之后，因为第一关一比一平，第二轮是我们八零后获胜是二比一，所以第三关非常非常重要，好不好？第三关推人大赛。第三关小游戏推人大赛，两队共六人参加游戏，选手坐在小车上，由队友推出一定距离，六名选手中被推得最远和最近的人任务失败，拼手气考默契的时候到了，大家加油吧。我们已经都排好了，我们胸有成竹。好 ，OK。感觉这一局可能会掀起一轮波起，掀起一轮波起。啊，明白。因为刚才比赛当中是我们的八零获胜，所以九零你们派第一个人是谁？我第一个。好，你被推是吧？对。好，来第一个推吴昕来。九零队派出吴昕率先挑战，运动神经超不发达的星星会有怎样惊人的表现呢？坐下，腿要盘起来，里面是裤子哈。小脑袋。好，可以，对，就这样。好，来，争取在这个位置比较安全，好不好？不要推猛劲儿啊，要匀速推。预备备。开始。很快啊。好，就在这儿啊，你的位置在这儿啊，坐好，把腿要放上来啊，保证你的那个车是可以被推动的就行。何老师，哎，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假如我在行进的过程中，我可以把欣姐拉回来吗？可以，可以吗？也可以推过去，也可以拉回来。你停下不可以了，对。好，来，我来救你，欣姐，来，九零后，是和吴昕保持安全距离，最远和最近的被淘汰，还是减少两人之间的位置差距？来吧，八零队派出的是陈翔，八零队会如何布局呢？好，准备，预备，开始。
停，两位停。接下来，九零队派出的是，派出是我，吴磊。吴磊上。你在干嘛呢？我在合计这个布局。明白明白。这个布局还是比较复杂。是。那我们计划已经被打乱了。啊、我们原本是想去救欣姐的。不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你还是要自保，因为你吧有点活泛，你别你一会儿别嘚瑟，就是你别在这儿你摔了啥的，你还是要稳住啊。吴磊腿太长无地搁放，你会行进的时候就别嘚瑟了。来，预备，开始。快到的时候，对，慢点，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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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弄出去，弄，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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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妈呀，好。经过一番角逐之后，吴昕被推得更远了。现在八零队派下一位。目前九零队的局面极其不利，第一和最后都是他们的人。不带听的。八零队热烈的讨论全部被金大川听了过去。现在那个一切还在我们控制之中。是怎么控制的呢？因为我还没上嘛。哦。好，坐好了。预备，开始。娜姐，你微笑说好美啊。没问题，好，娜娜在那个位置。娜姐对不起，娜姐对不起，站过来了。娜姐我错了。好，接下来。好，来，九零派最后一人。来，我来。把他们全冲散。我们商量就直接商量出来了啊。我一会儿会撞到娜姐，然后娜姐撞陈翔，陈翔然后反撞到那边，花式撞球啊，台球吗？你在这个布局中最重要的就是吴昕你就不要动，啊，然后吴磊你就看这一切就行了，好不好？好，各位不要笑，容海涛把梦话说完好吗？好，接下来开始看看实际上会发生什么好吗？海涛对接下来的动作有非常详细的规划，然而并没有什么用。为了赢得比赛，两队纷纷排兵布阵。海涛的计划会成功吗？你们没有人护驾呀！我推你，我来。现在可能上都上不去。好，现在所有人都忙着布局，海涛一个人在那上面挣扎。现在我们看到场上一个坚强而柔软的胖子。海涛坐上去之后，浩然和大川遇到一个问题，找不到盘子在哪儿了。哎，海涛像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吗？好，准备，开始。好，接下来。八零队的最后一个人比较头疼了，因为目前呢，现在呢，双方是战成一个平局，他唯一的办法就是撞到娜娜，把娜娜和自己一起超过海涛，这是唯一的解决方案。是我记得静刚给我安排的任务，把我推出去，撞到娜娜，撞过去的同时把海涛拉到最后。我以为我听错了这个战术。你说，如果我们现在是乐观吗？对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有乐观吗？有期望吗？我非常乐观，很简单。推你。陈翔，你坐稳了。你坐在刚才那个最边上，然后那个佳佳，你过来，你过来推我，推到这个地方，推到这个地方，陈翔把我拦住，我又不能超过吴昕。就是要冲我。把我冲击！你先说。你就是推我，你就是一个推我，然后咱俩携手，在陈翔旁边待着。就特别简单，后面这个人撞娜娜，娜娜去撞吴昕就没问题了。最紧张的时刻来了，开！最紧张的时刻来了，开始！不是，还是欣，但吴昕最后还是滑出来，因为我推娜娜，你知道吗？我刚才一直在气他呢，我说呜呼呜呼，然后呢。
亏娜娜，你知道吗？所以那个正好就翻下来了。我本来想到他一推我们携手往前，我转过来啪这个。现在打平，因为排在第一位的是我们九零队的吴昕，排在最后一位的是八零队的维嘉，所以呢我们打成了平局。兄妹携手卡住位置，卡得非常的准确。黑洞兄妹来了，黑洞兄妹。好，那所以呢，目前在我们乐在其中当中的总比分是九零队以1-2落败。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 vivo 智能手机快乐大本营，我们是快乐家族。好，那么看到呢，这边是我们的八零队。看起来呢状态非常之好啊，好不好？好好。但是呢我们九零队看起来是更加的年轻有朝气啊。我有啊，哎呦，哪里看起来，没错，哪里看起来更年轻有朝气啊。哇，八零队对你们做了这个，九零队有什么可以回的呢？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叫做八零九零知识抢答赛。八零九零知识抢答赛，好，每轮每队派出两个人，根据指令来抢夺不同颜色的垫子，粉粉白，开始。抢到正确的垫子并坐到指定的位置上则获得答题权。很棒，请听题。答对则该队获得一分，回答正确奖励积分，答错则由对方队伍来回答该轮问题，回答错误。好，你们答是谁。经过第一轮的排兵布阵，八零队派出罗晋、张若昀，九零队派出刘昊然、吴磊，究竟哪一队能率先得分？一起拭目以待吧。好，准备，粉粉白，开始，开始，开始。Oh no！ 粉粉白，少一个粉。吴磊，吴磊，吴磊，你也太过分了你！罗晋，你竟然被浩然抢的啥也没有了。真的是摔跤，这不是打你。还差一个，还差一个粉，差一个粉，差一个粉。好，来，请听题，语文题。竟然赢了，罗晋。来，罗晋你好拼哦，罗晋。请问台上所有人当中，名字笔画最少的是谁？我。回答错误。好，你们答是谁？谁？金大川。回答正确。大川。好。啊，我们。九零队，九零队积分。由于八零队的失误，九零队率先获得一分。我们要拼干嘛？何苦呢？会派谁上场呢？我看看。各位，你们相信吗？九零队的军师就是主脑是吴昕。当然是我，每次都是我。每次都是你是吗？哎，你别忘了他是星星一般是说话的巨人，行动的矮人。他不，你看他哪一次部署战局不是分分钟的事儿？那挑战也是分分钟的事儿，就失败了。我们决定还派他们俩上，这俩是那个最有希望的，吴磊和浩然是吧？对对对，吴磊和浩然。我们选出了两个强的两位，想袜子都烂了。那来，各位请就位，对决开始了。让我们共同来关注，请听好这三个颜色。好，旋风少女的男人们抱在了一起。请听好这三个颜色，好，大家偷跑的那四条腿都给我收回去。紫紫蓝，开始。哇哇，开始。哇哇哇，太棒了，哇，浩然你太棒了，太棒了，我们队的 number one， 太棒了，我们这个战术太厉害了。好，不管你纠缠的再怎么狠，这个时候才感觉到痛。好，而这个时候，
当浩然已经完成的时候，这个时候那边还不明就里的在剩下的这几个垫子当中抢夺啊，非常好。现在他们都很娘的坐在了我们的垫子上。那在这个时候，我们来请看这道题目，视频题，请看。看过吗？看过吗？请听，郑伊健饰演的陈浩南。他的刘海是偏左分还是偏右分？偏左，偏右。回答一个正确的。九零后这么会玩？九零后真的会玩，十年后就玩这么久。偏左，偏左，回答正确。这个时候我们来访问一下翔哥，这是一场还没有开始就结束的比赛，请问你如何评价？我太低估吴磊了，吴磊跑的时候把我们两个给拉倒在这儿了，所以我觉得这次输在了体力上，因为年轻嘛。好，这个时候我来问一下这位选手若云，请问你这是刚才跌伤的吗？对，这个是裤子还有袜子都刚才破的。裤子不是吧？裤子本来设计成这样的吧？已经摔了，就是是吧？我觉得我们主要输在翔机长的四肢有点占吃亏。好，来，请归队。各位，在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第一，谁能够抢到颜色正确的垫子；第二，哪个队能够答对问题。预备，请各位注意，挥挥，那条腿放回去。来，翔哥、大川，挥挥。成，开始。哇，好样的，大川！哇，保护的保护好。成成成，哦哦哦，还缺一个橙色。哇，我一下那边好机敏，你们队还缺一个橙色。我们还差橙色，我们还差橙子。把灰的抢回来。还差灰的，灰的。把灰的。还差灰的。嘉哥，把灰的抢回来。成功，成功，成功，成功。缺一个橙，缺一个橙色。各位，台上这四位老人行走得非常的努力。最美不过夕阳红。队长，一定要回去看看你是怎么走的，丑死了。挥挥，你个儿又高，在那儿。海涛，快上去帮忙啊！保护好你的金大川。好样的，陈翔。灰灰成。商量了，现在在。好，海涛抢回他的橙色，抢回他的灰色，抢他的灰色。撒泼！海涛一点用都没有。哇！好，很棒，请听题。音乐题，请听这首歌曲。舒克，贝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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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棠和你贝塔。好，请看大屏幕，请问哪一个是舒克 ？A 还是 B？A 是舒克 ，A 是舒克，因为是开飞机的。回答正确，巴黎队积一分。又胜了，我们这边。好，八零后损坏道具扣一分。不要啊！来，各位说说看你们的感受。刚才那个大川，你对你的队友海涛如何评价？你刚才有感受到他的存在吗？我以为我是一个人在战斗。海涛，你有委屈吗？他说他并没有感觉到你的存在。我也没有感觉到我的存在，因为我太疼了。不是海涛啊。他一直拿他的脚踩在我的脚上。哎，等会儿啊，你要这么说，天地良心啊！怎么说？哎，我在那抢的时候，陈翔，嘣！陈翔，陈翔，我比你大这么多岁数，你竟然这么踩我！
好，来，翔昂队 A 长刚才的表现确实是最后缺一个灰垫子的时候是你这个勇猛的表现，来，如何评价娜娜？我个人觉得他们两个配合得非常好，因为维嘉首先冲上去就先趴在那上面了，是是是，对，但是维嘉他没有全部趴在上面，看陈翔跟他们就是一对二的时候，就维嘉就撒泼一样的过来，就拿着那个沉垫子和灰垫子撒泼一样把他们全吓跑了，对对对对对对，那段奠定了胜局，他们两个一起那段非常，你说这只有年纪大的人才豁得出去，你知道吗？好，2-1的比分下，我们来到第四题，如果第四题依然是90领先的话，我们比赛就结束了。那么第四题，我们的80队有没有可能为自己挽回局面呢？派出你们的阵容，吴昕胸有成竹，您派谁？我们这一轮要派出我们那个把这个比分巩固的那个最强组合，是我跟海涛。开心就好，欣姐。我觉得90已经开始开心的开始讲反话了。我们都是上台。而80，娜娜，你们队为什么派的是维嘉和罗晋？我们派出就是因为旁边那个组派的是吴昕跟海涛。是因为敌弱我强。请注意。啊，怎么了？啊，没事没事。什么意思啊？哦，这边的这几个是吗？哦，懂了。好，请注意。灰灰蓝，开始。我呀！够了，已经够了，已经够了。来了，已经够了，我们已经够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灰呢？灰呢？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灰在这儿。太强了。好。哇。是的，各位，各位，你们没有看错，刚才80队派出了4选手，配合得非常的默契。当海涛奋力地抢走一个蓝色，吴昕就悄悄地给了一个蓝色。吴昕好不容易夺走一个灰色，海涛却轻易的让人拿走一个灰色。这真是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吴昕海涛当队友。这下你知道为什么我会选他们两个了吗？为什么呢？因为就是他就是找东西还是比较厉害。是。那维嘉只要霸住这个了，就跟粘在上面一样，就是谁也不可能把他。不是，我其实对你们派出他们两个我没有异议，但是我对吴昕在这一轮派出了他和海涛，我表示非常的诧异。你们的信心来自于哪里？来自于就是咸鱼总有翻身的时候。哦，可能还没到吧，这个时候。不过不一定，如果不一定，事情还有转机。80只要第一次没有答对，就换90答了。好，那回去开始答题，重点是答题。我们主要就是为了捡漏来的。请听好，听例题啊，听例题，请听。我大舅去二舅家找三舅，说四舅被五舅叫去和六舅一起借七舅放在八舅抽屉里的充电宝，请问充电宝是谁的？三，七舅。借七舅放在那个是谁的啊？不对，等会儿等会儿，充电宝谁的？借七舅是最后哪两个舅？借七舅放在抽屉里的充电宝，谁的？舅吗？谁的？回答。七舅放在抽屉里边的，哎，八舅的充电宝。五四三二三舅一三舅是七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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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哪来那么多舅？我觉得80啊是这样的，我觉得人可能上了年纪之后就不太容易有自信。其实一开始罗晋就对了，接下来就开始自己混乱，然后本来可以很理直气壮的答对，后来还要现场借助观众。但是看在你们上了年纪的份上，回答正确。现在比分到二，谢谢谢谢。哎，吴磊，你是在搞我吧？吴磊说他们答错了，不是，是四舅。那请问哪两个舅舅去拿了充电宝？我大舅去二舅家找三舅，说四舅被五舅叫去和六舅一起借七舅放在八舅抽屉里的充电宝。三舅叫四舅去拿七舅，哪两个舅舅去拿了？四舅五舅。不对，五舅六舅。六舅啊，反正都是他舅。五舅六舅，五舅六舅吗？五舅六舅。不对，三六二舅四舅。什么？三舅四舅。不对，二舅四舅。六舅八舅。四六。何老师来了，回答正确，四舅六舅。他是舅，都是他舅。
四舅被五舅叫去和六舅一起借七舅和放在八舅抽屉的兄弟们。好，最后一题，绝杀局，两队必须派出最厉害的人马来。好，显然因为刚才这一轮的表现，吴昕和海涛在同队里面完全没有了发言权，已经被孤立了。他们两个如同坐在后面的人肉背景一般。我们已经决定好了，是谁？这一组是由我们队的苦瓜老姨。我一人一杯。老姨，哎呀，完了，你都变成苦瓜老姨了。喝完变苦瓜脸了。维嘉和我们这队很厉害的新秀。为什么是维嘉和若云啊？因为维嘉在刚才几轮中间看出来，他就是在这个游戏上非常厉害，因为他就是稳准狠的趴在那儿。若云呢，让他多一次机会，给我一个赎罪的机会。好，这边吴磊经过一番安排之后，派出了是大川和浩然。哎呀，好。哎呀，好消息啊！他们这对金大川上。金大川怎么了？因为金大川在这上面都是这样跑的。准备好。刘浩然跑得快啊！你们要浩然加油！不是我喊错，我等会儿我们还有话要说。对，我们这边啊，军事。你们一定要看住他，一定要看住他。蓝蓝白开始。蓝蓝白，苦瓜老姨，蓝蓝白，快！这一看就是。回家拿一个蓝过来就赢了，回家快拿一个蓝。回家拖住打苦瓜老姨，苦瓜老姨绝不撒手。苦瓜老姨。九零凭借着良好的衣服质量和勇猛的精神，好，抢到了这个答题权，这道题目。但是说实话，因为80、90很多的题目都是跟年代有关系，这道题目对90后极其不利。请听题：我们小时候做的眼保健操，几按睛明穴是第几节？别提醒，我知道。第二节。第二节，回答正确。第几节？第二节。什么都知道。经过五题的激烈抢答，最终90队以3-2的比分险胜80队，成功将总比分扳平，以1-1的总比分挺进泳池总决赛。那接下来，我们将带着这个成绩进入到今天最后的比拼。欢迎各位来到大兵的全新环节，迟到了。90队带着这个1-1的比分继续来到我们的泳池进行比拼，1-1大比分，1-1。哎，接下来呢，少了一个人，因为接下来国际名模金大川将会在非常简陋的装扮下进行救生员的走秀表演，掌声欢迎 Supermodel。
一个成熟的主持人如何应对如此尴尬的情形。娜娜采用的方法是用干笑。好，今天的比赛非常的简单，2-2的枕头大战。水上枕头大战游戏规则：八零队和九零队每轮各派两人坐上横杆，用手中的枕头打落对方头上的帽子，先将对方两人帽子全部打掉即获得该轮胜利。哈哈，这次的枕头大战升级了。在游戏过程中，何老师会随机喊出5秒倒计时，计时结束后横杆会开始转动，参赛者需要保护好自己的帽子，等待转动停止再继续比赛。到底八零九零谁会赢得这次比赛的胜利呢？八零队九零队各派出2位队员进行第一站的比拼，两个，2-2。这个对劲不对。辣姐，我会游泳，吓死我了。你看你是谁啊？年轻的。年轻的，我来也喝。上班来。给咱俩要坐的远一点，不然没法抱，转的时候没法抱。往后点，对，要卡住一个身位。对，好，来。太磨叽了，就给你介绍。这个公司要报什么报？这么磨叽的。好了吧。灭了他们。哎，若云，往死里薅。陈翔，你就做一件事，你就报警。对，你就报警，然后你最后要给谁的帽子脱？你们两个给我听听他们那个怎么消怎么玩。然后我就这样就好了。哎，准备好比赛了。第一轮，九零队派出了吴磊、刘昊然；八零队派出了陈翔、张若昀，同为队伍里最年轻的力量。究竟哪队可以拿下第一轮的胜利呢？等一下，我们有机会了。不要，别摸他，别摸他！你不行，完蛋了！千万不要摸他！相信我，现在5个月，我相信。八零特别磨叽，浩然直接打他。不要磨叽！抱头！等会儿，你先等会儿啊！预备。不是咱这个站，先让我们以微弱的优势先摘下了吴磊的帽子，八零队获胜。啊，厉害了！好，那么
到八零队计分。好，第二轮派的派出的四位是，好，八人还剩下。一共几把全是他们了。第二轮，九零队派出了金大川、海涛，八零队派出了罗晋、维嘉。目前落后的九零队能否在这一局拿下一分呢？拿枕头在水里泡一泡。哇，这枕头好，给我几个好吗？准备，预备，我开始，还没开始，耶，海涛哥，你在弄谁？海涛哥，你在弄大川。好激烈呀！哇！好脸！哇！好脸！哇！跳！哇！跳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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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要了，已经出局，没加一，加一，没加一了，加一！来，我们都往上了，上了！加一，你八局了，碰了，八局输了，来一个飞檐把围将拖走，跳，拼了！三，哎，小心枕头，快抱，快抱，抱抱抱抱！注定。好了，帽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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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大川出局。大川出局。好。过一下，过一下。黑衣人，过一下，过一，过一下，黑衣人，黑衣人。哎呀！好，亚鹏不但没有黑衣人，海涛黑。好。比拼将启动史无前例的疯狂烤串模式，每队各派两人抱在横杆上，游戏开始后横杆会不停转动，坚持到最后不落水的人则为本队赢得胜利。九零队派出了金大川、吴昕，八零队派出了罗晋和谢娜，如此强大的对战阵容，究竟谁才是那个烤串界的不落神话？马上转动起来吧！预备，师姐，你坚持三圈就行，好不好？开始！又重新，这个有点无聊。哎呦我，烤肉了！哎呦，烤肉了！烤肉了！三两自然，来个自然。师姐加油！师姐加油！师姐棒！师姐加油！加油！师姐加油！师姐加油！头晕了！加油！大姐什么？大姐我搞吐了！大姐你的头发太好笑吗？加油！
头绪洗不掉，不快乐要快乐。我有新方法。我有新方法。我有新方法。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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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都没事。哎，再跟谁再跟罗晋拼两下？这样转你不晕，对，他流头，你得蹬盯一点，到这儿起来再盯一点，起来再盯上海姑娘上，盯着随便盯来，让八仙飘回来吧。哇，好，罗晋，罗晋，罗晋绝对是八仙里面谁家孩子。看这边，你看看。哇，好，那接下来就这样了啊，因为总比分下面呢是八零队获胜，我们掌声给他们鼓励。那接下来呢，就是由八零队来集体惩罚九零队，方式非常简单，就是拿大球来砸。那么九零队，请集体站到我们的圆柱上。大球砸人惩罚，九零队全体队员站在横杆上，由八零队队员依次用大球击打。究竟是狼狈入水，还是坚强 hold 住？呵呵，让我们拭目以待吧。不信，不信你是什么鬼啊？你这是，你站起脸三。来了，来！不用好好看我呀！好，浩然站住了，没有给母校丢脸，好样的！不能，下的时候再抓我的手，我现在大拇指我松开了。好，甩了手，甩了手，第二球来了，第二球来了，陈翔，好棒，来。抬起来，来的时候低头，走，撅屁股，撅屁股，撅屁股，哎，这不行，这扔不上去，那就扔吧，来，好，我还没扔呢，他是北京舞蹈学院的，砸这两边是北京舞蹈学院的，好，哇，太轻了。哇，太轻了，吴昕下去了，吴昕莫名其妙下去了，你下去干什么？棒啊，大川海涛很棒，好，下面来，哎，hold住了，好，若云来了，最后让神仙，最后让神仙罗晋，砸到一块，好来 hold住，你这样砸海涛，我是属于到阎王，对，针对之宝，我说干。
居然又是海军中打的，好厉害啊！若云这个好大劲儿啊，是吧？好，来，不得不打，不行，一人一个，一人一个，一人一个，罗晋到你了，不准，你不准吗？可以，可以。你要打不准的话，娜娜还有机会。哎，罗晋，你都说什么都不行，你最厉害的，什么都不行。罗晋，在我们心中你什么都行。不要这样子，打篮球的。哦，哦，打反了，打反了，那边是。对，纯手绳还拔哪儿好呢？别人一边。海涛加油！海涛加油！海涛站住自己的尊严。最后我们是80队获胜。天然不刺激，百雀羚草本护肤品，提示您下期看点。世界那么大，史上最高颜值旅行团带你去看看。欢迎。当他们化身男友来拍照，谢谢你姐，他都觉得你做作吗？牵着你的手，赢了赢了，这个赢了，哇！谁的照片能让你怦然心动？抓妹！当他们各展才艺，谁的才艺能让你的旅途妙趣横生？传说中的两秒落泪，我哇，这个很厉害。更有偶像地陪亲自带你玩转釜山，快来快来！对，오래기다리셨습니다부산에오신걸환영합니다。吴昕为何濒临崩溃？不可能！现在真的做节目太不容易了。又为何少女心爆棚？所以这个是你准备的。全新板块迟到了，上演最特别擂台赛，斗智，斗勇，却总是意外连连。到底谁能笑到最后？虽然这个后生可畏，但是这个结果姜还是老的了。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六位观众的全部内容，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今天六位非常优秀的年轻人他们的作品，谢谢，谢谢。这节目最后，让我们感谢天然不刺激、百雀羚草本、法拉林肯和你好漂亮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坚决不吃！还有那个烧烤店，对，还有那个烧烤店，还有烧烤店。再演示一个颜色，算了，一个一个，我们一个颜色一个颜色，穿一个红色的，啊，一个颜色，来，娜娜跟那个，我们会不会砸到机器啊？这样是吧？啊，来，这样我们首先一起举手，然后就好了。好，三二一，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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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什么鬼？谁出的主意？我什么鬼？干啥呀？我对了，谁打我？都已经要走了，漂亮，不是，是你先打我吗？还是谁在那个围墙跳下去，他就厉害，他就跳下去了。我是被拽下来的。算了算了，不敢吧？吃饭了，吃饭了，走走走。